覧の番組はシェ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哎，今年至少要2023年的90经典车具的这个万圣节活动，去年没有跟到，今年快点瞧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赶快带大家去看一下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车，走。好啦，哎，这个四代，啊，看到这个进气孔，这应该是有改涡轮增压了吧？来看一下这边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谢谢，我刚想跟阿呆讲，不能摸，这是知道了，不能摸，谢谢，这个是不是里面有怪给吸？B16A，啊，我想说他挖这个洞，我以为是有加那个散热，我以为是有涡轮呢，等等。有没有 B16A 很漂亮，上面都整理过了，它这个 VTEC 的这个引擎的上盖啊，本来不管黑的还红的，年纪一到它都会掉漆，所以上面再把它做这个喷砂处理，帅。看一下屁股，来，看到没有，跟我们的玩命关头一样，有一个氮气在后面，而且它是软的，对，我们是硬的。我们以前店里面一个滴滴也开这个啊，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现在能见度其实还算蛮高的，我们看下一台走。刚刚有很多来拍照的都是小朋友，对啊，开心，代表我们有传承下去啊。这个科 B A 跟外款是一样的吗？啊，没有，它这是 E class， 对，科 B 也是 C， 标准配备，气压避震的话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万圣节活动，他们都会跟主题呼应一下。哎，其实这种旅行车哦，改个气压避震，改个铝圈，整个素的就超帅，就很好看。对啊，科比花一大堆钱干什么？他是修车，不是？而且重点，他也没有气压避震啊，对不对？走。这是我最爱的一台车子，印地瓜。这个其实哦，它还有出一种美规的双圆灯的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去换车头，就换成这一种车头，它是有分一个小改款，所以车头是可以换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18C 嘛，印地瓜就18C 啊。哎，我今天刚好看那个东京车展有没有披露新的，终于出来了。如果它有进来台湾，我一定弄一台，价钱不要开太夸张的话。好吧，我们先立下一个 flag， 来看一下，这很帅哦。它那个当初啊，如果有 Type R 的那个版本，它就是会配两张红色的赛车椅，然后这是双门的车，整个很素雅，很漂亮。然后当初 Type R 也是白色的铝圈，所以很多改装都会仿效一样是白色的铝圈。你看天窗，还有这个大尾翼，哎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漂亮吗？叔哦，一定要红 mark， 有没有？我有没有讲过？对，一定要改，有没有？对，本田精神就是 mark 一定要变成红色的，好，这不能改的。所以现在那个新的变成蓝色，看起来都怪怪的。不过我也很喜欢它的下一代那种泪眼的，我觉得那比较帅。我如果玩赛车游戏，我一定要选那一台，因为我现实买不到。好了，我们看下一台。这台糖果色好像那个花轮的 K6 哦，你记不记得去年？对啊，摆在第一台的 K6 就是这个糖果色啊，深臀的铝圈，哎，这多低啊！你看，超低的。这应该是2002吧？你看好细的鼻孔哦。你看老车这种银色车最难处理，你看还是会有点斑驳，有没有？哦，老车其实一些细节，像那种胶条还是会歪歪的，所以其实老车真的其实细节超难处理。啊，这台是双门的，哎，你知道我们整理那么多老车，我看到这些老车整理这样，我都觉得很佩服，因为我知道有多困难。可能一般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没有自己整理过老车，你真的不知道，要把一台这样的车整理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是一件超困难的事情。而且啊，那个要花的时间真的是好几年。很多观众朋友想说，哦，我们一台车都整理拖那么久，那真的不是我们愿意，真的很多遇到重重的困难，找不到零件，就算你找到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师傅要帮你做，因为很麻烦。好，下一台走。哎，S2000。S2000，我们就这样走了。如果是S2000的车主，情何以堪？转过来。有两台、啊、不是啦，因为 S2000真的蛮多的，这边还有一台黄色的，而且 S2000其实在台湾现在还是算能见度很高的车子啦。那时候那个道腾 Tony 有没有？他其实也有台银色的要卖啊，他后来好像卖掉了，所以这个车就是变成说，其实不是完全看不到的车，坦白说，但是它保真的很保值啊。现在我记得在卖都还要200左右的价格。好，看下一台德利卡。我今天东京车展，2023东京车展也看到新款的德利卡而已。
很帅，但是这个老的还是蛮有味道的。然后这个都有烤漆，很用心哦。它上面呢就是做黑色烤漆，下面做军绿色的。哦，它上面还有这个哦，这个就露营的那个，这个我们泰山也有雪窗，雪窗没有，它是通风的，你看里面纱窗，晚上可以避免蚊虫的打扰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哎，一样都要装这个，而且啊，你看后面一定要装梯子。很奇怪，睡觉吧？不知道，就是好像这种车，还有那个我们那种 G 卡，好像后面都一定要装这个楼梯，可能是上面放东西吧？你看像这个，哦，拿东西之类的。CDV 啊，应该是吧？还是180 S 叉？你看最屌的就是那个方向盘要可以拆起来，180啊！哎，你说你有没有那么一点佩服？少了有了，有一点点吧。那个就是那个拓海加油站站长开海嘛。哎，对，对啊，给讲哎，哇塞，学长啊，这里有写180 S 叉，这个是暴走族式样甩尾车。来看这边，这个是顶好货卡，应该是301的货卡。我们要来301，在小坦那边啊。我们是旅行车，这个应该是车头是一样的。NSX， 它这个是新款的，应该是02年后的。我看手牌自牌，对，手牌的帅。它这个帅的地方是它这个地方是整个做平的，然后尾翼呢是整合在里面的，它的尾翼就不是外加的了，有点类似一体成型。对，因为它叶子板就做到这啊，所以你尾翼就跟着这样做过来，所以它原部全部就是原来的这个样子，把它整流过来。好。我没有一台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属于那种没有用的东西，什么你都有，没有一台摆得出来。1992 Golf MK2 一定要配这个885。哎，我们店里好像也是配这个，也是配这个啊。对，每一台都要配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一咖圈就是符合它的年代，符合它的精神，所以大家都选这一咖，甚至那个年纪的。哎，啊，我来来盖小丽，小丽举办几架。我讲哦，就这车咱拢有诶，但无一台摆出来，为啥？啊，我拄仔安尼看过来，检讨，就这台咱拢有诶。无恁，因为咱是足侪台，咱要过足侪台无多，啊，咱过一台安尼啊。诶，人这有这呢？诶，倒去吧。啊，当然是倒去，无我抢诶。诶，伊这搞不好无气压避震无？是无？无够长，还是有？伊人咱诶都较低。不然下次争取啦，我们下次也要。伊这刚刚是抽，要给人家票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台。MR2 中置引擎，改西北的引擎啊 ，MRS 啊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改西北的引擎啊？哎，今天呢？放达，这新款那辆呢？那个 K24 啊 ，KK 对 ，KKKK 对，这新型的，这是千万名车哦。哎呀，哎，阿大这是啥嘛？标志这是多少？这是在206啊。206。对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呢，拉起来断电了吗？还是等仙姑了？哎，这是还是开引擎盖的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对啊，是断电开关。哇，断电拉起来就是断电，让跟发动。所以我说的是没错，这是就是在跑拉力的，你看安全帽，看到没？哎，这真的是比赛的呢。对啊，这台车就是比赛的，比赛没有沙漏团的，而且上面 GoPro 都直接粘着，它边开就是边录了，这就直接是比赛的。这上次也看很多了，影片上。我给同一台，上面有通风口那台，对，车主当朋友最热情的，很欢乐的社团。啊，我们就继续看下一台，走。CLK DTM 的，它改成 DTM 有爆规的，对啊，它应该是改的宽体，应该不是正的，因为正的好像一台超贵的。它有一个涂装，赛车涂装，然后有进气孔，有爆规，后面也有爆规。这一张超帅，一张我换了这一幕。还有一个这个大只的卡梦，对，大只卡梦尾翼。哎，这还不知道多大哎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有200，有300，有560，这是米黄色的，那时候流行有一点米米的这样。我了。那这台是300D呢？哦 ，D 很少哦。D 的才有。才有的啊 ，D 手啊，这边。而且你看后面放蓝牙喇叭，会不会是因为直接用手机连就可以听了？哎，还蛮聪明的。对啊。拉一条那个 USB 线就可以帮它充电了啊，放在后面就好了。后来记下。这不是刚刚那台那个吗？301吧，这个一直到 Sentra AD 都还卖，很多人买去载冷气，都是冷气的在买的最多。
它这个应该是音质 PD 嘛，啊，它那个没有，这绑的，对，它鼻头改掉了，对，对，它鼻头改掉了，正常应该是引擎盖要下来，对，正常不是这个鼻头不是这样，因为我记得音质的有天窗啊，看尾灯最准啊，哎丢啊，一直看它音质也丢啊，可是我记得音质是引擎盖有软啊，这个灯是音质的没错啊，因为我有晒鬼啊，等我可以有提汤呢，啊是用盖诶，我有可能是改的，就手牌的嘛，手牌的，手牌应该改的，那时候没有手牌的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在火哥啊？对谁呀？我开这个的时候他就知道了。哦，啊，我写的。哎呀，我马上会开。旁边这个侧曲一定要有烙印这个、啊。对，因为都同一批大包商开发开模的、啊。对，同一的。大家装的都同一支啊。啊，来个尾翼这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人家后雨刷呢、欸，对不？巨藤精一呢，绑头巾呢、欸。头巾呢？过来，哎、欸，不然以后叫科比都绑头巾就好了。他、啊、就不要戴帽子，他都绑头巾。哎呀，都绑头巾就好了、啊。还是爬加楼呀？刚黑黑的，我以为是可以看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有对啊，结果是反光，对，我以为是可以看进去。对啊，是爬加楼啊。可是啊，这应该是大的爬加楼，因为爬加有分大的跟小的。这算大的。这应该多大嘞？这应该多大？这种够个水啊！这台最多人，220。哎，我来讲，这差不多就是那个先总统蒋公的那个时代的，要立正啊，我讲。啊，立正不立正哦？先总统蒋公。重点是它的水箱护罩是整个往下连下来到保险杆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方向盘。方向盘。中间有一圈那个喇叭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不，方向灯。上次我们去、那個，有没有圆圈型方向灯？对，有方向灯，这个就是这个看点。好了，它这个就是车头了，车头现在太多人，都不挤进去。它那个就是掀起来，那个整个水箱护罩是很长的，就是跟着掀起来。就是掀起来了呀。这嘛是面路。这个小时候最多310也有吧，200啊，这是啥？这两百两，两百啊，加洛基啊，加洛基你应该冇拄着过吧？啊，不是 ，Land Rover 的啦，啊 ，Land Rover 不是加洛基 ，Land Rover，Land Rover，Land Rover， 我再见你嘛，小台的，哇、哦，那蛮大台，那不算小台的，这个就可以溯溪了，你看它改了广告，这开玩笑的，但用狗见。哎、欸，你朋友又来了、哦。哦，另外一个，我刚刚车头以为是我们的哎，啊，看到屁股哎、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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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啊，这不用多讲了吧？那每一集都是亮点，每一次只要来拍，一定都要拍到这个，好不好？黑八古贝啊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轮子，它有外八，外八了，而且你看它这个轮框超过轮胎，绝对已经弄到最紧绷了、嗯，已经弄到最紧绷，对啊，这古贝。算我还小的时候，这个都买不起哎。哎、欸，这台是不是上次也有？上次我们拍过，对，就是它。是我做的模型。是哦。那车子在这里。要见面，要见面，要见面了。一笑哎，一笑哎。一开没洗碗口，像我做的。你想想笑啊？你有怎一笑，你也收较贵的，对不？我看一笑，我帮你走。Fireboard 应该是吧？我蛮在，其实我搞不清，这个我不研究，有点像霹雳车的感觉。对啊。做个灯这样咻咻咻，霹雳车就来了。哎，基本上灯做成这样，没有磨嫩啊，你知道？没有软的吧？嗯。等会做完那细趴磨嫩啊，有啥？法拉利 GT 啊。对啊。啊，叫什么圆的 ？IS 200。IS 200很嫩啊。哎呀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呀 ？MG。MG 哦 ，MG 小跑车，所以他刚开始 MG 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在讲的是这个东西，对，不是现在这个东西。做好玻璃就是的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像这种，我觉得这种小部件都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像勾着啊，按有没有？按你啊，加油在这，你看，就是加油孔。不然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什么？好了，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对啊，我主头谁敢买？你拿三分之一下来、欸。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活动很棒。我看我刚来的时候，整个都封路，你知道吗？这让我感觉就像去日本那个秋叶原一样，直接路封起来，全部都人去走。啊，你看丢。对啊，这样逛街起来才舒服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还是大家都挤爆了，但我觉得这个这种活动办的真的很棒，又可以促进这个周边经济，对不？啊，小朋友好多小朋友呢、欸，因为小男生都喜欢车子，刚、欸啊、拍照。很多小朋友，我都想说小朋友怎么可以看小四的影片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活动不错，小孩子就出来放放电，有吃有喝，商家也开心，逛得也舒服。希望以后这个大家多多参与这个活动，主办单位辛苦了。好，那我要去支援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台前，来跟大家呢讲几句话，顺便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
见面啦！耶！时间偷偷打一下广告好，想说有人拿手机有没有？那个 Super Snow Show 帮我找出来订阅下去哦，真的很开心啊！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大概8点多就到，那真的是人山人海，我们也很高兴，因为原来我们喜欢车的朋友这么多。那今天除了我们看到那么多老车，我刚刚也看到 Kia EV6 躲在那里，好多人围着他看，有新车，有老车，有怀旧的感觉，然后也有新世代的电动车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家聚在一起哦，吃吃喝喝，然后聊天，然后顺便装扮一下家人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。我刚刚在台下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，也是 YT 主播哎。对，那个我也后边有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邀请他上来呢？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双手借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小四。哇，欢迎小四。嗨，大家好！一年比一年人还多。我今年学聪明了，去年太晚来，看到一半他们就撤了。所以我今年特地提早来，就是要把全部的车都看一遍，记录一遍。哇，好用心哦！要不然主办单位办这个活动真的很辛苦。对，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他们光联络啊，还有张罗舞台啊，然后这个让大家知道讯息啊，还有这些车进来一台一台确认，这个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还好我们90的干部啊，每个都很投入身心灵，蛮棒的啦，这样一直延续把它办下去。对对，我们也要跟凯哥挥手啊，他那个直播啊很硬，从4点到现在没有停哎、欸。我刚刚跟他讲说，要不要玩一下？他说让我休息一下。对，这就是坚守岗位啊，坚守岗位，他随时有状况他都在直播的。对，他真的很辛苦，他刚刚默默坐在旁边休息。分也一点掌声给凯哥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进行颁奖喽。2023年了，对，2023又过一年了，怎么办？好快哦，我们越来越老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跟车一样快凋零了。很棒哎，我真的觉得哦，我刚走到那边的时候路就封了，整个就是那像日本一样行人天堂。对啊，都是行人可以走而已。而且我觉得人比去年还要多，对，多很多，多很多。我早上我还担心今天会不会下雨，果然办好事办活动就是运气就是好，早上下了一下，后来就没有再下雨，而且温度适中。对啊，凉凉的，哎，逛起来超舒服，哎，超多那个大人带小朋友啊，对啊，合家欢乐，真的超多。这个活动真的，大家以后每年，我去年才说每年一定要再办，我们又办一年了，我们要继续这样办下去。谢谢小师哥，哎，真的很棒啊，很成功啊，而且今年车也更多。对，今年车更，因为我们封街的范围又可以更大了，慢慢一直争取啊，以后就整个三峡莺歌都封起来。希望。对啊，我在想，我们努力一下，看哪一年我们的车也可以来票选一下。真的，我们来努力一下啦，想办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社长，每年都办这么棒的活动。谢谢小师哥，谢谢，赞。老板好，老板。哇，红色的代表在直播当中。几下多几下。哇，每次只要有这种活动，凯哥一定是第一个站下。到现场了，对吧？不遗余力，而且每次来都开不同台。其实车子都是老板借我的、啊。没乱讲，下次我要想说哪一次我们要去他车库参观一下，对不对？找个时间。对啊，做一次全部估一估啦，全部估也没有30万。怎么可能？去年是开法拉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想说有观众在我的底下留言说，每年都开那个不腻吗？所以今年我们换了944的。太好了。太好了，加油！最近搬家很辛苦，搞定了吗？搞定了，搞定了，搞定！赞！谢谢大哥的关注啊！有啦，大家都有在注意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谢谢凯啊，凯哥今年没有要上去，我躲在旁边让我休息一下。哦，你刚刚已经忙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立刻滚！谢谢，好，小心，谢谢。哦，今天穿安尼啦，你看，我什么比基尼？要死啊你啊！你的服装去哪里弄来的？你说。料好大快收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快收光了，快晕掉小妹，要穿。喂，还特地去借服装哦。我随便拿衣柜拿来凑一凑就有了啦。哇，要秀啊！你看，玩很凶啊，家里就有这种的。前些天重击。哇，重击真的，重击有得是。这是彪仔。我喜欢玩很凶，很懂玩。你究竟扮什么？你这个扮的是有一部电影。好好讲话哦。有一部电影，那个理查吉尔，我的年纪不认识。那个主题曲是那个 Pretty Woman， 哇。
种？麻雀变凤凰。我这个是 K top 好不好？哦，这样是 K， 我看是吃了 K 吧。激素，激素，鸡炸，激素，激素，素鸡啊，素鹅。哇，要是都知道呢，阿妈会开也知嘞，真的是有走在流行的尖端，没有开玩笑的嘞。对，准备回弄安内啦，我去管你逛完了。逛完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逛完了啦，我几点就来了啦，像你，快去快去快去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